干不动了，就在前面。我发现头很晕，很热，然后身体也非常非常累。降个温。OK。身体太热了，就导致了头有点疼。还好找了一片水域，然后下去冲了个凉，让身体迅速的降温，不然真的要中暑了。我现在头完全不疼了。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所以你刚才说我们要到这里之后荡到另一个直叉上去，就这里。对，所以我们是要这样揉上去。对，目的是把绳子引过去。他也耗了小一个小时，后来我说这个要不我来吧，他还一直挺坚持的。你只需要再发一点力就可以上去了。有了有了！哇！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就像我滑滑板，做一个很难的动作。做了很多遍，然后终于成了。